开箱我的 gopro 皮肉，在九代之前的 gopro 都是装在一个塑胶盒里面的样子，然后第九代开始就是恢复成这样子的盒子。第十代应该是我从来没看过的，还想试。这个是等级，它是双荧幕，然后感觉会附在一个电视。那这个是另外加购，就是很多点。GoPro 副牌的配件组里面有将近50样配件，不过大部分我应该都用不太到，我主要会用到的可能就自拍棒，然后还有胸背带啊、头戴饰跟吸盘底座这些。